好，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 AM 工作室的评测栏目哈。然后呢，我是你们熟悉的孟老师，大家好啊，再一次见面了。好，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这款这个产品呢，是这个罗兰公司的 Boss Air， 就 DAW Air 啊 ，Boss DAW Air， 它是呢，顾名思义 ，Air 就意思是它肯定是有个无线功能，是不是？然后呢，这款音箱呢，我们先不细介绍哈，不详细介绍，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整个一个音箱的一个性能。这款音箱呢，跟这个 Boss DAW 50是具有同样的这个电路设计哈，它在里头包括了 Boss 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这种经典音色，包括单块的音色，具有50种效果和72种调制哈。所以呢，这款音箱呢，只要您拥有了以后，一定是可以，它可以这个胜任很多的这个就是工作和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音色和状态哈。然后呢，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好伴侣。那么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这款音箱呢，它的这个结构哈，前面是两个3.5的喇叭啊，然后呢，它同时具有蓝牙功能，只要我们连接上我们的蓝牙设备来播放音乐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立体声蓝牙播放器哈。这个后面的这个就是插销啊，这个它这款音箱可以用电池，8节5号电池，也可以用直接的插这个电源。这个电源呢，如果插上的话，它这个音箱的功率是30瓦啊，它的运作功率是30瓦。但是如果使用电池的话呢，就变成了20瓦，所以它的瓦数在用电池的时候还是有所保留的啊，有所降低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追求一个比较豪放的这个音色的话，我们尽量还是用电源哈。啊，但是呢，如果在街边路演的话，我们可以用电池，还是很方便。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刚才呢为大家演示的这个，我们是插着线的。好，那么既然说 Boss Air 是吧？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个 Air 功能。好，那么我现在呢就把这根插线拔了啊。我们现在用的是插线。好，插线拔掉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款呢，就是这个小的这是一个发射器哈，也是我们 Boss 公司制作的哈。然后呢，我们把它插在我们的吉他的这个输出钮上。哎，等等，好，插上了以后呢，我们听一下，哎，声音一模一样啊，跟刚才一模一样。就是说明什么呢？它的无线传输的这个音色啊，跟我们之前用这个线的这个方式呢，是不会有任何损耗的。这也是它在这个音箱在这个设计上的一大优势哈，这是他们工程师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好，那么，如果我们因为它是一个无源的一个，就是它需要接电源来充电，那如果它没电了怎么办呢？哎，我们还可以把它再拔掉啊，可以带电插拔的，然后再插回来，只要插上以后绿灯亮起，一会儿白灯再亮起，那么这个就开始进行了充电模式啊。只要充满了以后，它可以工作，连续工作4到12小时，根据我们使用的这个功率的那个大小量来确定。好，我们现在再把它插回吉他上啊。好，然后呢，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音箱的这个前面板吧。前面板上的这些旋钮啊，首先呢，第一个旋钮，这个是一个通道旋钮啊，它涉及到5个通道，一个是这个轻音啊，一个是民谣音色，然后一个是轻音音色，一个是 crunch， 一个呢是 lead 主音音色，再一个是 brown 就稍微前卫重一些的音色哈。好，然后呢，这几个音色呢，我们先一会儿细说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钮 gain， 也就是它的增益量哈，增益量，比如说我们调到这个，比如说 crunch 状态，啊，它的增益量啊，这个增量变大了，它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调我们每一种音色的它增益的失真度哈。好，然后 volume 我们这个钮呢，我们要结合下这边这个最尽头的这个钮来一块介绍一下，这个master 呢，是总音量，它给定了一个音量上限，然后呢，这个 volume 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音量上限下，我们来调整，在有限的范围内来调整它的音量大小，以达到我们需要的这个动态输出的一个要求哈。好，旁边这个钮 bass 啊，这个是低频的开关，低频的大小，然后这个 middle 中频的大小， treble 啊高频的大小。好，那么剩下的这3个钮呢是功能钮，那么我们先来为大家介绍这各个通道上的一个听，我们听一下这个音色哈。好，现在是民谣音色哈，也是 acoustic。好，这个音色呢，我们是不是稍微把音量开大一些啊？好，听一下这个民谣音色。啊，很纯净的一款民谣音色哈。啊，然后呢，因为这个我们的发声单元是人造的这种电吉他，所以它出来的声音很完美啊，很完善。啊，不像就是其他的这种木质吉他，它会出现一种一些自然的
来看一下下一个通道 ，clear 啊 ，clear 通道。哎，这个是也是轻音啊，也是轻音通道，但是这个轻音比刚才的这个民谣音色就要稍微再锋利一些，再重了一些啊。然后呢，我们再听一下下边这个通道哈，crunch 通道，来听一下。crunch 通道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稍微再脏一些的过载哈，当然过载量一会儿我们讲可以调的哈，然后再我们来听一下 lead 主音音色啊。一个比较嘹亮的一个主音音色哈，我们再听一下这个 brown 啊，好，我们调到这个 brown 这个音色下啊，调到 brown 这个通道下，我们再听一下它的这个稍微重一些的前位和的感觉。这几种通道我们都介绍完了以后呢，我们来单独来介绍这几个功能键哈。好，我们现在把音色给它调整到这个哪个呢，比如说 crunch 啊 crunch。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介绍一下 delay 这个旋钮啊。 delay 和 effects， 就 delay 和 effects 它各占一半哈，实际上这个旋钮呢它是具有两个功能。那么怎么区分的，看我们看拧开了以后，这个绿灯亮起，然后在经过中间的时候灭掉了，说明它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啊，就两个的分界的这个阶段，然后呢再往这边的时候，哎，它绿灯亮起，说明进入到的效果模式哈。好，我们先听一下 delay 模式。 delay 模式情况下呢，它是有三种颜色的灯哈，会有三种 delay 模式。这个比如说我们把它先开小一些哈，然后呢我们现在要介绍下一个按钮啊， master 旋钮，这样综合效果下能见到这个 tab 键，手动设置频率啊，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需要这个延时呢稍微的慢一些哈，我们可以稍微点两下，点的间隔长一些。好，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延时呢稍微频率稍微快一些，我们就点快一些哈。好，这个不多说了哈。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如果 delay 这个你旋钮上呢，如果底下这个绿灯呢，我们再点一下变成红灯。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啊，这个音色呢变得更加发柔顺了。然后呢我们可以再把它的这个选择慢一些，我们细细听一下。好，这个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橙色哈。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啊，它的这个延时的这个类型啊稍微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这个延时呢它的在细微处啊，在节奏上稍微发生了一些位移。好，我们再来听下绿色的。好，再听下红色的。好，再听下橙色的。就是它的这个三种灯啊，三种不同的这个延时模式呢，它这个音色上会有些许区别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我们拧到这个过了这半边以后，进入到这个效果模式的时候。好，当我们拧到这个效果模式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哈。首先绿灯亮起，我们听一下。增加了合唱效果哈，我们再看一下，假如说我们再往这边拧一些呢，好，再按一下啊，这个是什么效果？我们听一下，哎，这个自动挖音啊，人工挖音。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下一个效果哈。这个橙色的效果是，
了一些这个叫什么？这个效果叫 flanger 哈，或者叫就是它的这个声场的一些震颤哈，增加了一些震颤。好，我们再关掉这个整个这个功能键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功能 reverb 啊，混响功能，我们打开它听一下。它具有了一定空间感哈。然后呢，我们的 reverb 功能啊，也就是我们的混响功能，也可以通过这个 master 底下的这个 tab 键啊，来实现我们控制它的这个混响的频率哈。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再按一下，变成了红色。混响的感觉稍微变化了一下啊，空间感变化了。我们再听一下这个橙色，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三种不同的混响功能啊。然后在三种不同的混响功能的这个功能下呢，我们还可以单独去调整它的混响的这个程度啊。你看这个就空间很深了，我们再调大一些，混响的这个空间感就很大了。好，我们再关上这个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BST 钮啊，Boost，实际上 BST 就是 Boost 喷射的意思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激励钮，当它轻轻拧动以后会发生什么效果？好，我们听一下啊，似乎没听什么变化哈。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把关掉，好，再打开。好，明显的 Boost 功能启动了啊，增强了它的声音被激励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橙色的灯变成这个绿色的，好，似乎激励效果小了一些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红色啊，再看一下，似乎它的激励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哈，就是它也是激励，但是它的音色变得稍微金属了一些。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当这个激励的这个旋钮拧过这个中间这个一半了以后呢，然后走到下面一半的时候，我看一下，好，开启了它的模式键啊，调制模式键。这个我们现在听不太清哈，我们把它换到清音上来听一下。音色发生什么变化了吗？我们看一下按键钮。哎，Flanger 状态启动哈，Flanger 这个效果启动了。然后这个钮的大小呢，应该是控制这个 Flanger 的程度的大小啊，控制它的频率了，控制它的频率和深度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如果再按一下，变成橙色。啊，如水一般迷幻的合唱出现了。合唱的这个效果，好，我们再按一下，好，绿色，这是一个基本的普通的一个，加上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合唱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再往这边一些，加上了一个八度音啊，这个实际上它这个效果是加上了一个八度音，好。然后呢，其实我们这三个旋钮啊，都是它的，实际上都是叫做周边效果旋钮。这三个旋钮呢，可以同时叠加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我们这个常使用这个箱头的这个各位朋友啊，都很了解这种使用方法啊。好，然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旁边的功能键啊，Channel A、Channel B，这就是存储器啊。我们可以把长按，然后就可以把我们现在调好的这个音色呢，就存到这个存储器里头。然后呢。这个 panel 键是干嘛的呢？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现在正在使用记忆中的这个音色，如果我们突然想使用现在调好的面板上的现场的这个音效，怎么办呢？我们按一下 panel，音色呢就立刻回到了这个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调好的这个所标示的这个状态下哈。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钮。啊，这个白色的这个灯哈，就意思是吉他的这个无线发射器已经连好了。好，蓝牙钮，这个给大家讲一下，蓝牙钮呢，就是我们按一下，就可以跟我们的蓝牙设备这个连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播放音乐，可以用它来播放音乐伴奏来练习哈。好，然后呢，再往下看这个，Rack Out，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可以插耳机，也同时也可以作为录音的这个插孔，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插一路3.5啊。可以连到声卡或者连到我们录音设备都可以。
面板上的这个控制旋钮就给大家介绍这些了，好，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后边的这个插口哈。好，后边的一些插口呢，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有一个电源输入，现在我正在插着呢。好，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是 AUX 啊，就是我们可以连外接的音源。然后这边呢有一个 MIDI 口啊，我们可以连接我们的比如说电脑进行音乐制作，或者是进行软件升级哈。好，那么给大家连个蓝牙试试啊，我们连一个手机上的音乐。好，这个需要摁，我长按一下，先长按一下蓝牙键。好，现在在蓝牙在闪动哈，蓝牙在闪动。好，我们来连接一个手机。好，当它停止闪动的时候，常亮的时候就是已经连好了。好，然后呢？Mr. Simon, 好，这个就是 bring me a dream, 蓝牙手机播放的声音。然后当这个音乐播放的时候呢，这个上面的音量键就不管用了，那么我们就需要手机来调节它的这个音量大小啊。好，那么在同样是在这个同样的功率和价位的基础上呢，然后像这么方便的便携的这样的音箱呢，其他的品牌比如像雅马哈或者像这个 Positive Grade 啊，就是叫 Spark 40呢，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我们来下单哈。然后呢，但是呢，唯一具有一个无线发射功能的呢，就是这款，Boss 的Dog Air，然后呢，如果是雅马哈的话，或者是那个 Positive Grade 40 Spark 40的话，它可能需要单独配一个蓝牙发射器哈。其实就是这么些区别。好，如果大家留言呢，就是对哪款音箱情有独钟呢，然后反应比较热烈的话，我们下期就为大家介绍那款音箱。这款音箱呢，我来掂一下它的重量哈。我个人感觉哈，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它很轻哈，这个非常方便啊，便携，说明这里头应该是数字电路啊，就是当代的一个产品，数字电路。好，我把它提起来，我感觉这个，我个人感觉它基本上重量大概就在1公斤左右啊，1公斤上下，轻啊，非常轻，轻的就跟比我们平时这个就拿起我们自己的背包还轻哈。所以呢，如果我们这就是我们要练习的话，或者带到什么地方去的话，非常便携，我们把它装到我们背包里就可以了。然后呢，背在背上呢也。不觉得沉哈，似乎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都没背一样啊。好，然后呢，它这个提板的这个设计呢，我觉得也值得赞叹一下啊。因为呢，它这个是一块，这个镀铬的一个不锈钢做的一个这个提手啊，还是很有这个金属质感。好，今天的介绍呢就到这里啊。那么，如果对这款音箱感兴趣的这个朋友们，可以这个下单购买哈。我们在屏幕的下方有我们的购买链接，可以咨询也可以购买。好，到时候我们的业务人员会接待您哈。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试听就到此结束。好，谢谢大家，我是你们的孟老师。